六月三日，王心凌、吴若愁、王小磊和吴京燕从中国道的舞台上表演了一首《谈笑风生》，每个人的古老风格真的很美。王心凌一开口就很人气，这个形象真的很爱吴若愁很性感，吴京燕的魅力似乎溢出了屏幕，王小磊的光环完全打开了。他们合作制作各种形状，毫无疑问，他们的好身材在舞台上展现出来。他们不仅外表高，实力强，而且舞蹈独特。当他们一起表演时，他们的状态也很好。他们在唱歌、跳舞或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很好。但不幸的是，他们的舞蹈很多。在这个节目中，我们看到了他们不同的个性。这件衣服也很有特色，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风格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以前只觉得长得甜，现在才知道唱功没这么好，实力还是有的。心灵不用唱也不用跳，笑一下跳就给你，我们不想你。